比赛开始，欢迎大家收看由新浪为您带来的亚冠直播。广州恒大主场迎战全北现代。迪亚曼迪手上有一些推人的动作，喂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打门了，哇、哦，漂亮！球漂亮，廖立生，好的，漂亮，球进了，好球啊！这是郜林，本土前锋，扬威天河。哎呀，这个球。等风来，我们等到了郜林的进球。你看这下，你看这个，就是插的这个人。因为我为什么说不要去直线去插，嗯，一定要向横向去拉，知道？你拉开两次之后，他后卫的防守呢，他不会说去人盯人，永远跟着你，他终究还是有漏洞的。嗯。一对一，漂亮。好的。后点再来一个球进了，我球进了，2-0，2-0。我刚才说吧，我说就这么打，马上还得有一个，没看二度，郜林、等风来，郜林是根本停不下来。这个传球很巧，这球传得很巧，那、刚好越过门将，嗯，这个弧度包括他这个球速降下来，就是要追求这个落点，太漂亮了啊！郑智的这个经验。看郑智怎么处理这球，漂亮！哇，再来一个。对，但是总是在你这个景区前这个传来传去，也是很危险啊。哟、这球，球进了啊！你看看，这又是大意失荆州啊！这球其实不是太好的机会。嗯，我就说这个吧，因为他老是在你这个景区这传来传去，尤其是到快到三分之快结束了。但丢掉之后，先是这第一点击中立柱，马上第二点上来李东国再来补射。嗯，你看，其实这个点呢，我就好球，机会打了，哎呦，漂亮！年龄确实是，你想他这个是91年的，对啊。哦，这人呢？又是他，威尔金森在挑，这球出来呀！不对呀，我这球，有点木讷。刚才威尔金森这么一挑，张琳芃，哎，哇，这球主场。主场，主场，主场！我觉得这个其实裁判真的是对恒大蛮有利的，这个吹风。埃尔克森交给迪亚曼蒂，一对一，过他，机会开进了，漂亮！廖立生，小将廖立生在球队非常困难的情况下，打进了一粒关键的进球啊！反正广东话这个。但是今天他可以大喊一声这句话，真的非常的棒。再来看一下啊，整个发展的过程，给了个前点，漂亮。你看他这个传球路线，就是第一点够不着，第二点也有。嗯。啊，他这个韩国呢，他越急，他越急呢，人的心态就会变。好，看看，疼了，大门。哎呀。埃尔克森，廖立生又来一个，哇！注意啊，这比赛有一个中断，所以这个节奏呢，可能双方都会有一点在适应的一个过程。机会大门，看看这个，哎，换人了。哦，慢慢的去找。看这次机会，郜林突进来，对，大门，哎，一个左脚，一个右脚，左脚进角，漂亮。今天我们都有点说的啰嗦了。嗯。好球抹过去了，郜林，戳他戳，给埃尔克森，埃尔克森，晃开再打，哎呦，埃尔克森，爆射，哎呦，状态不好，人是有心情，但是这浪费这种机遇啊，说实话是很难找的。全场比赛结束。